快游戏基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快 Zero 的游戏节目，我是阿迪。但是今天我们来玩这个神奇宝贝了啊。嗯。这个大家看到我的出场阵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对。有些什么呀？都是。全是低等级的。全是低等级的，是不是？小泉石、乐科猫、大岩石、雪童子，除了这个拉普拉斯。啊，大岩蛇，我说的是大岩石吗？哦，除了拉普拉斯和蜥蜴王都是低等级的啊，嗯、这些都有个什么特点呢啊、嗯？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有个道馆没打过，是哪个道馆？飞行道馆。飞行道馆怎么打都打不过啊、嗯，所以我这些选的都是要么岩石系，要么电系，要么冰系，就是专门用来克这个飞行道馆的。而且大家在评论里面提到一条很有意思的建议啊，如果我全用高等级的话，是不是那个道馆馆主的那个宝可梦等级就会跟我一样高？对，所以大家提到说你全用低等级的，这样的话那个道馆里面的那些宝可梦的等级也会低下来、嗯、所以我用这些低等级的稍微给他们练一练去打一打试试啊。好，但是我发现我的这个精灵箱里面啊、嗯、这四个系的低等级的还不够，还缺两个位置，现在只有雪童子、大岩蛇、乐科猫和小泉石。而且大岩蛇级别也不算低了，大岩蛇也34级了，乐科猫23级，是吧？所以我还得再抓两个岩石系或者电系或者是冰系的啊、嗯、那我们这期去哪抓点啊？去萨瓦纳草原抓雷公。抓雷公啊？抓雷公，但是雷公是70级。对、啊、一上来的话，这样的话馆主的那个等级就会变70级了。对，这样不好。要不我们去，哎，那有个喷火龙，先你去打吧，我的级别可能打不过那个喷火龙了，我现在身上的人打不过他了，你去，交给你了。那我们去哪可以抓到更多的？要不就石头山上抓岩石系。这是个什么？这是什么玩意？落雷兽应该是电系的吧？应该是，既然他叫落雷。嗯，哇，太棒了，我正好是蜥蜴王出场，我给他个点到为止。嗯，哇，这运气太好了，我马上又有一个电系了啊！来，我换上我的精灵球，高级球。对，我线下做了好多高级球啊。哦，正好我那个高级球不够了，我只剩5个了。那我马上给你一点，我有好多好多呢。稍等。呀，落雷兽挣脱了。喷火龙。背包。精灵球。抓到。高级球。我逆雷斩。能不能打过他？打不过。近身。哎呀，这落雷兽好能挣脱呀。哎呀，我别一不小心干掉他了，我换个球。打不过，根本就。我用个巢穴球。自我再生。哇 okay, 哇，你回满了一下。龙之波动动。抓住了，我抓住了雷兽了。太棒了。好，我回去换出来啊。自我再生。喂。我这是个大嘴雀叫，是不是啊？这个。意念头锤。还没打过他呢。没有。哦，我回去换出来。只有拉迪亚斯能扛得住。只有拉迪，只有神兽都扛得住啊！哇、哦，太厉害了！谁都扛不住，先自我再生，多活活血吧。我血不多了。你光自我再生，他也耗不死他呀。精神强烈。你自我再生有可能耗死他，他用反伤的招，他不就死了吗？他没有反伤的招。好，自我再生。再生。哇！回来，好险好险！精神强烈。能不能打死？干他！哇，你可以啊！你71级打死81级。啊，进化石，恭喜呢！歪进化石，然后神奇糖果，不错，收获不错。来，我换出我的落雷兽来。差点摔死。落雷兽换出来。我吃的也不多了。技能啊，哇，吃的我有好多，我马上给你就行了。落雷兽果然是电系的，它有电光、电磁波什么的，这个还需要慢慢再学。电磁波似乎好牛的。电磁波不牛，哎，就让对手麻痹。电光还可以。对，我先把我这个珠子啊，我这个珠子给合了吧。好。这个先给它合成珠子，开始充能。嗯。我现在我们还可以和什么呢？机动鸟已经招了，嗯，还可以招谁啊？火焰鸟和还有什么鸟？闪电鸟。闪电鸟。那我们有没有电之石啊？雷之石。雷之石啊？雷之石被你弄雷丘给花掉了。哦，对，我进化雷丘的时候把它用掉了。火之石还有一个，上次进化 Papi 的时候。哦，那先来火吧。先给它合了，然后我就先开始给它充能了啊。嗯。不要浪费掉打的那些怪啊，这叫什么？赤焰珠。嗯，好，吃眼珠来一个 ，OK， 可以充能了。走，调个白天。如果我看到电系的话，我也尽量抓它。对，你也抓一点。其实我觉得后来我们都变70多级之后，嗯，打的有点没意思了，是吧？对。管谁都是秒啊秒啊秒的，是不是？喵喵喵喵喵 喵, 喵的，这个低等级的反而更有意思。你像这个叫什么？毽子棉，是不是？你拿蜥蜴王。啊，我好吧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先给他打死吧。啊，飞风暴。飞风暴。居然不克他，居然不克他，飞风暴，飞风暴，
哇，哎，他还有回血。嗯。哇，剑子棉可以啊，来用个夜刃。好，快要打死他了。我记得剑子棉会有催眠术的。我不能让这个谁，不能让这个，哎，小天使，我给他带了那个装置的，全部扔掉。哦，不能让蜥蜴王出场，我得让他们出场，是吧？然后蜥蜴王只是想要抓的时候来个点到为止，他只有这一个作用。好的，哎，吃的吃的吃的，吃的，哦，对对对，然后还有球啊，球过来过来找我，来了，找我，哎，我在被伟力抓住了，我在交换机这儿，好像还是闪光伟力呢。什么 ？Hello， 你在哪儿？这边这边啊，看见你了，看见你了，来接食物，还有给你44个熟鱼，背后球给你一半啊，23个高级球，嗯，后面后面。好了，捡到了。好了，哎，我刚刚说到说想去岩石那边抓这个岩石系，就抓了一个电系的是吧？哎，我还给他带个，最好给他带个东西。爱吃。给他带个小东西最好了。哎，我有那个高级版的学习装置，有吗？有吗？有。哎，快给我给我给我！我现在正需要，让我带上。哎，我这有个普通版的学习装，哎，这个不是带上的是吧？对，这个只要右键点一下。好了，哎，关闭关闭，开启了。我把它开启的，好，这样所有的就会得到经验了，是吧？对，很好，贝壳之灵，贝壳之灵，哇，全套贝壳之灵，全套贝壳之灵，走吧，啊，走，学习装置已开启，我们去战斗吧，让我们去战斗吧。这下你无敌了。我们去哪儿呢？我还没想好去哪儿。哎，要不去抓伊布吧？好，伊布我们还没抓到过呢，是吧？嗯。好，我这里面，我这里面没有可以飞的，哎。我 TP 到丛林，然后你那个什么，你在丛林里面这个飞一飞，嗯，就行了，是吧？那个丛林附近有一个，是不是？那我去那个丛林那个岩浆池呢啊，嗯。好了，我来了。OK， 听你。我们好久没来丛林这儿了。对。好了，你赶紧去找那个谁吧。来。找那个谁去？哎呀。找那个丛林，那个黑森林去。拉蒂亚斯，走起。飞走吧。哎，你哎，等等，你的拉蒂亚斯我能不能骑啊？不能。你下来我试试。你下来，你下来，我试试，你把它招出来。啊，我不能，我不能，谁招的就只能谁骑，好吧？那你骑吧，你去找，待会儿我踢皮娘，我这有个训练师，18级的。哇，以前打的时候18级的都没意思，是吧？现在有意思了，现在我的也不高了。小拳石，小拳石用一个，它是火焰系的，我岩石系应该不怕它。震级，震级。震级厉害吗？厉害。地面系的，我这个滚动我记得挺厉害的。是吗？滚动，滚动好像每一下的攻击力都会提高。你看，你看，它会连续自动打，第二下就给它干掉了。哦，滚动相当厉害。嗯，哇，大家都获得了不少经验。啊？怎么一直在升经验？小拳石升级了。嗯。好，哇，落石50的攻击力，震级晃动那边的招式的威力会有各种变化。应该在这边吧。好，把装机去掉。糟了，我飞了好远，结果飞错方向了。小拳师又瞬间滚掉了一个，他真的好厉害，他17级打18级的都是秒。不对，我又飞回来了。他又放出了力撞击，小拳师还在继续攻击，哇，又差点秒他，小拳师太棒了，哇，小拳师又秒掉了一个，哇，小拳师自己单挑了一个，我又升级了，击落，哦，可以打。飞行的对手，有了这个可以打飞行系的对手，嗯，这个不错，我把震级去掉吧，震级去掉，我这全变成岩石系的技能了，好，来小战士继续战斗，再用个滚动把他们全部滚死，哦，火炙机完全不行，又死了，哇，小拳石单挑18级的一个训练师啊，嗯，他又灭力扬出来了，继续滚动。好了好了，应该结束了吧？他又放出了灭力羊。好，结束了。哦，我瞬间又秒了他，是不是啊？我就使用了滚动，又秒了一个。哇，这小拳师好厉害啊！对啊。哦，我来了，黑森林，看看谁先找到伊布，伊布，伊布，伊布。这个黄色的是干什么的？哪个？又是个训练师啊！我不打训练师了。老，哎，这是什么？斗笠菇是个小蘑菇，它是小蘑菇。我的小拳石不用那个什么吗？我来试试啊，看打它怎么样。永吉拉落石，嘿，哇，永吉拉，是不是草系的克我呀？啊，
可能草系的课，哎，我换上了一个血童子，看什么效果啊？哎，得了末影珍珠了。好吧，冰冻哇，血童子也被他磕，哇，这个家伙这么能磕啊！难道我要用蜥蜴王干掉他？我先不啊，我先用我的这些低等级的来干掉他，比如说，咬住咬住，咬住是恶系的，哦，他52级啊！啊，我还在跟他拼什么拼呢？蜥蜴王上吧。我没看等级，哎，我们以前全是高等级的战斗，都不习惯于看等级了，是吧？对。哦，飞叶风暴，我这才像样啊，是不是？嗯。哇，所有人都获得了经验，哇，所有人都在升级。雷电牙，雷电牙，落雷兽升级了，学习了雷电牙，换叫长豪吧。熊宝宝。大根茎好像草系的带上就会进化，就会更厉害。你不是有蜥蜴王吗？你要不要给他带上？哎，对啊，我给蜥蜴王带上。哦，对，这样的一来，蜥蜴王那个吸取好像可以吸到更多的血。啊，还有超级吸取。这是个什么来着？铁面是不是铁面来着？不是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电击兽。电击兽啊，电击兽那肯定是电系了。嗯。那抓抓抓抓抓，抓你电击兽，点到为止。点到为止。我64级蜥蜴王居然不能维持他，好，好，维持了。好的，背包精灵球，不要用了大师球啊，我就这一个了。好，高级球，你不用个甜蜜球啊？甜蜜球也行，这个高级球，哎，失败了呢。来，精灵球，高级球怎么那么？高级球那啥呢？不要挣脱了，让我抓住你吧。我他还使用了电光一闪，你可以啊你，高击球，这就废了我3个高击球了，电击兽，快点被我降服哦！对，我应该先让他中技能，对，我应该先，我这个有没有什么让他睡眠呢？这没有，我可以用一个落雷兽的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啊？落雷兽不要被秒，落雷兽可以有一招让他那个什么来着？电磁波，电磁波可以让他麻痹。电磁波失败了，失败了。我再来一下啊，电磁波又失败了，又失败。哦，他也是电系的，所以免疫电磁波。嗯啊，好吧，那没办法了，我还是继续扔我的高级球吧。高级球，继续扔。对呀，他只剩一滴血，居然这么能撑。快点被我啊！又挣脱啊！这个电击兽啊！你确定你是31级一丝血的电击兽？对呀，这一丝血的电击兽也太不配合了。抓你，电击兽！又摔了。来，抓啊！又挣脱。好吧，我解决他吧。好吧，我解决他吧。电光干掉他了。实在不行了。实在不行了，抓雷之石碎片不错哎，萤石粉也拿着吧。快回到黑森林呐！什么？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个好恐怖啊！雷的土台龟。哦，好像很有用哎，土台龟。那换个低级别的。抓他，抓他。地下海狮。抓他，或者你弄不了他，待会儿让我来。嗯。让我来。冰冻牙。我看到你地下海狮在跟他，哇，这个土台龟好帅啊！我换个人。我的天！我感觉比那个水箭龟还要帅。嗯。哇，这就是土台龟。那么。真的很帅。我用催眠粉抓他吧。好，随便。催眠粉。催眠他。没有影响到，居然再催眠，等哦，哎呀，土台龟也是这个皮卡丘，土台龟也是草系，然后嗯，那个我也是草系，那个催眠粉也是草系，所以免疫啊，也不能催眠它是吧？嗯，那怎么办？我再来一招战斗。我如果寄生种子的话，每一次每一回合都会打它一下，我怕把它打死。啊，泰山压顶。其实草系的现在我，哦，可以抓了，他红血了。哎，那抓他一下试试吧。你有那么多的高级球呢？高级球，高级球，黑森林，我来了。这，哎呀，挣脱了，然后我天，这个 Siri 又启动了，怎么回事？我说了什么话了？他就听见了。你说了黑森林。我说黑森林，他听到是 Siri 是吧？嗯。哦，这个雷弹也是电系的，来我拿，而且有自爆。71级的布鲁皇那个一下，我得换蜥蜴王了。顽皮雷弹，我非要抓住这个土台龟，干掉他。呼呼呼，小天使升级，升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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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挣脱，
冰冻牙，可以学冰冻牙了。好，我这个雪童子现在学了四个，全是冰系技能。我非要抓住你，土台龟。好的，你加油。抓住。抓住了是不是？对。看看他什么系啊？你现在看不了。你回去治，顺便换出来看看。嗯。这是什么？好帅呀！好帅啊！胖胖哈利。啊？哎，这个家伙叫胖胖哈利。看看我的滚动对他有没有效。哎，小泉石被秒了。no， 大岩蛇34级总该可以了吧？空格。大岩蛇，对，我大岩蛇有一个特，它的特性是不会被秒。啊？为什么？你待会儿我给你看看啊。嗯。它有一个特，你看，本来它会被秒的，结果剩一滴血，对不对？它那个非常结实。它有个对对，它有一个结实，所以它不会被秒，但是我好像弄不过它。哇，第二下就会被打死了是吧？只能免疫这个被秒这个事儿。对，乐克猫你也上吧。乐克猫你有什么？电光，充电。嗨。电光。哎呀，乐克猫打不动他，吼叫应该没用，咬住。乐克猫被秒。啊。雪童子，你能不能克制他？冰冻牙。先踢掉拉蒂亚斯吧，等我打 boss 的时候再换出来。好。其实全部用这种低等级的也很有乐趣啊。嗯。冰冻之风，啊！哇，哎、打死他了！哇！雪童子把他冻死了，全部扔掉。哦。草系根。哎，有个妙蛙种子。哇、哦！我好想抓这个妙蛙种子，但是我已经有个比较厉害的妙蛙花了。嗯。算了吧，你还想不想抓个妙蛙种子？不用了，我也有妙蛙花。好、哦，我回去了。那个叫霹雳电球，霹雳电球是电系的。好、啊。我这儿有。嘿。霹雳电球，战斗呀！完、啊，点错了，错了我想点到为止，点了飞叶风暴上了。这个霹雳电球死的好惨的、啊。哎，如果我们在这片大池塘把那个 boss 刷新率调高的话，肯定满世界的水箭龟，是吧？在水里面肯定满世界的水箭龟。等一下我，就是哎呀，我被这个催眠墨给抓住了。这，叫它催眠术。让我用一招滚动吧，小泉石的滚动老厉害了，睡着了。小泉石睡着了、嗯，那我也接着滚，只要我一醒，你就得完蛋。好，我醒了，好，不会又让我睡吧？哦，我回了点 HP， 哎，打掉他了。好，所有人获得经验，耶，升级。小泉石升级重塔，重塔哎，盾甲重塔呀。以前我盾甲的时候经常用是吧？那我得留着这一招。盾甲重塔。哇，滚动只有30的伤害，但是他每次击中之后威力就会提高。嗯，这个比较厉害。哎呀，岩石打磨。我被那个娃娃抓住了。岩石打磨提高自己速度，算了，把这个技能换掉。等一下，让我看看。留着重塔。飞叶快刀。风铃铃，那我应该用点什么呢？好久不见呢。我现在怎么是蜥蜴王出场？这怎么能行？对呀、啊。什么可以克这种鬼系的？我这里面。风铃铃，电系应该可以电到他吧？乐克猫，你来电死他！乐克猫那么大，乐克猫相当帅气啊！电光，哎，能电倒是能电了。电光打得比较慢，好，行，充电好像是给我自己充电的。嗯，恶系应该能克他，咬住，能咬是能咬啊，但是差不多，咬住哦，乐克猫先死了。他还活着，大岩蛇他还活着，不，我要落雷兽，我要电他，电光，哎，还没死，电光，我就不信了，他终于死了，终于死了，不容易啊，我又调了白天了，哦、我有斩，我得抓，现在我正好缺一个点到为止，你以前我不是给过你一个吗？没有，现在我换电脑了，哦，那个是以前那个账号的，对，好吧，那你还缺一个。来就像是我的蜥蜴王，必须带着。快你们要斩多少级啊？那个28级。28级还能不能学啊？可以抓了。好多鱼。就算不行，我找个技能教学师。哦。技能教学师，你别走。嗯，我看小天使可以学什么？魔法镜、哎。都不能学会。我得布鲁皇扛着了，我非要抓住猫又斩、嗯。好多的鲤鱼王。好多的鲤鱼王。还这样拖、啊、你抓一个18级以下的飞天螳螂，他就会必定学这个点到为止，18级的时候。还挣脱呀。你可以考虑。关键我找不到那么低级别的，算了，干掉他吧。在金合欢林那儿有好多飞天螳螂。金合欢林，嗯，萨瓦纳草原呗。对。哎，这儿又有个霹雳电球，你要不要来？好，多少级的？26
急。等等，我被波波抓住了。观众，我帮你看着。好，帮我看着点。我就抓了这个霹雳电球，全部扔掉。这边。霹雳电球。这边。我需要你。别点错了。战斗，点到为止。OK。OK。什么球？他自爆了。他自爆了。哈哈哈！这个霹雳电球好难抓呀，怎么抓都抓不着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哇、哦哦，好帅气啊！腾腾蛇。哦，腾腾蛇的升级版也是首发的，君主蛇。对，腾腾蛇的升级版。哇，抓！点到为止。哎呀，这样我可以组出一个草系军团来了，是不是？嗯。点到为止，还没为止。嗯，再点。再点，好了。为止了。为止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好，好了，我可以抓了啊！腾腾蛇，是不是？好，不是那个君主蛇。君主蛇啊，我们抓完这个君主蛇，这一期结束啊。嗯。看看有几个球能抓住它。啊，挣脱！哎，我最近高级球怎么感觉不厉害了呢？什么情况？啊？怎么连扔两个？为什么连扔两个？对啊。哎，刚才为什么连扔了两个高级球？好奇怪，连扔了两个，花费了一个。赠送了一个，嗯，还有这种情况呢，还可以赠送一个球呢。bug 了，高级球，来，抓住它，腾腾蛇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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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挣脱。哎呀，你得换个高级别的扛了。来来来，蜥蜴王是我最高级别了，还怎么扛？抓住，抓住，抓住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哎呀，不给它中个效果，看来是不行啊。嗯。哎呀呀呀呀！麻痹吧！不行，我那些扛不住他，我那些扛不住他一下。那我现在可以用回合球了，嗯，是不是？可以用这个计时球了。哎，计时球，计时球能抓住了吧？已经打了这么多回合了，应该能抓住了吧？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君主蛇，君主蛇，抓住了！耶！我抓住一个君主蛇，太棒了！好，小岩石什么的都升级了，大岩石也升级了。这是谁？好，我回去看看君主蛇啊，嗯、我把它换出来。对，我还没拿土台龟打呢。你土台龟还没看看呢啊？好，那你把土台龟招出来，我把君主蛇招出来，我们来结束这一期吧。啊、好吧，你也回家，你打完这个回家啊。等会儿我没打算打他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土台龟只有一个50攻击力。君主蛇，先把谁换掉？蜥蜴王换掉。我回来了。先把蜥蜴王换掉吧，我来看看啊，君主蛇长啥样？嘿嘿，你先招。哇，好大呀！你把它引到这片空地来。怎么又下雨了？你把它引到这一片空地来。我土台龟超大，等我先装不下来。我先关完了啊，我先各种关。好，来到这儿。啊，这片空地够大了。君主鞋蛇。君主鞋。好，这是我的君主蛇。好，土台龟出来了。哇，果然很大，它身上有棵树哎。啊、嗯。这个土台龟身上居然有棵树。哎，土台龟过来，君主蛇，不错。土台龟能不能骑？可以。那君主蛇能不能骑呢？应该不行吧？可以。但是好遮挡视线啊！好遮挡视线啊！你看我土台龟完全不遮挡视线。哇，非常的棒！我这个非常遮挡视线，完全遮挡视线，我可以换一个视角就不遮挡了。嗯。好，我这样就无敌了。哇，啊、好帅！哎呀，好险、哎！掉坑里了，哇，还被摔了一下。哇，这个视角比较帅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吧。好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感谢大家收看《快游戏》，快游戏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拜拜。